更扯的是，我觉得今天最离谱的是什么？国民党的态度啦。嗯，国民党，你到现在为止，侯友宜你要选总统的人，哎、欸，你麦克讲好好做事，这个跟市政无关，我不回答。你这么写选总统呢？这种涉及可能卖国、可能叛国的事情，你要不要讲句话？我再问朱立伦，朱立伦主席，这天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呢？国民党立法委员做那代志，你讲无讲话？昨天他们去参加战斗栏啊，说战斗栏、嗯、哦，我们大家拥护在一起，马文君也在里面哦。我请问战斗栏的那些里面，不管是现任立委要选立委的人，你认不认同马？你认不认同马文君？嗯，我就直接点名洪孟楷委员，你跟马文君站在一起，我请问你，你认不认同马文君这样的行为？我就点名，包括里面很多的这个要选的、不选的都一样，或者要争取连任的，你告诉大家。战斗栏是为谁而战？为谁而斗？是为台湾而战？为台湾而斗吗？